네, 안녕하세요. 이민호입니다. 너니? 有着110公分腿长，加上帅气脸蛋的长腿欧巴李敏镐，过去因为演出《花样男子》《继承者》等电视剧走红，是许多人心中的男神。不过他时常忽胖忽瘦的易水肿体质，经常被粉丝拿来讨论。近日，他最新拍摄的广告影片曝光后，又再次让网友惊讶：男神怎么了？广告中李敏镐明显肿了一圈，双下巴若隐若现，不少网友看了都直呼认不出来。不过也有粉丝还价，他衰度不减，只是拍摄角度有问题。而过去李敏镐就曾透露，因为自己肝不太好，容易水肿，才导致公开现身，脸颊肌体型都有明显的改变。不过不知情的网友还是纷纷感叹：아래에서확인해주세요 블란자스카랑 사야 빌리